抢先带你来关心新闻焦点。前总统马英九被控教唆泄密案，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，依通保法、个资法、刑法泄密等罪起诉马英九。南投县长林明真要求局处严拟不遵守一例一休，林权表示会充分沟通，但政府不应该带头违法。美国升息加速，各国势必跟进，财经专家谢金河建议央行可以考虑适度升息。暴风雪逼近美国东岸，川普与梅克尔的白宫会谈延至周五举行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。